嗨，大家好，我是老窝店长。刚才在家里面玩手机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窝的小妹妹在脸书上直播卖水果。我老婆说看的还不错啊，那个价格就是卖进口的草莓，一盒是3万老币，就开车到她发的这个位置过来看一下。走，我们一起去看她的水果怎么样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前面那个小的水果摊就是她在网上直播的，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我家旁边其实有很多的水果摊的，但是平时的时候还是没事喜欢在网上看一看，因为他们一般这种直播的水果啊，它看起来一个是很新鲜，第二个价格又是非常的吸引人。他说的这个草莓一盒是3万老币，就开车过来看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像他直播当中的那么好啊。看一下他们直播的效果还是挺好的，一直都有人过来买，也有像店长一样的开着车从很远的地方找到这个小摊点。看一下他这个草莓一盒是3万老币，一盒3万老币是20多人民币，看起来不错。这个枣子他卖的应该算是比较贵的了，55000。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啊，葡萄，等你落 CC 面吧。OK， 等你落 CC， 这个葡萄还挺新鲜的。你们买点葡萄吧。过来看了之后，他的那个叫什么草莓，确实没有他手机上拍的那么大，感觉比较小。既然来了，就买一盒回去吧，买一盒回去尝一下。这个小摊点。我估计啊，平时在这个路上啊，人还是非常少的。你看这条路，很小的一个小巷子，但是他直播做的还不错，买的人挺多的。他那边排博越飞布呢，博越飞布很老啊，还看煎呢。排一笼不烂。一笼不烂面，一笼不烂。一笼对。东开。博白蒙。我白门坑个带白门坑比哈门坑原来开有飞布你了开经验了原来等吧那你好跟着面蓝山跟着面蓝山他说好米不信你了我不会吧没有不我不你不信你不吧我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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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ค่อยกี่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เราก็ได้ผมมีเงินเดือนเมย์เมย์ก็ได้ไปแล้วถ้าว่าอยากได้เงินเดือนไปข้างก็ได้บอเงินเดือนบอได้เฮียหนังสืองานสื่อปะ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ขอบใจขอบใจแล้วคอยจะโทรหาเด้อเออขอบใจ确实是被这个小姑娘的口才所吸引过来的，他们家的东西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吃，看一下买了这个是一盒草莓，这个应该是20个吧，非常的小。看一下我的手比一下就知道了，但是他在那个直播上面把他拍的是确实是很大很诱人的。然后这个是葡萄他这边卖的是4万1公斤，比超市里面卖的还稍微贵一点。这些水果一共是5万老币，如果按照人民币来算的话应该就是将近40块钱。我感觉啊，在老挝这边水果啊，除了他们的什么椰子呀还有这个芒果，这些是比较容易买到的，而且价格比较便宜的。其他的所有的水果包括苹果在内都是价格非常贵的，因为它是全部依靠进口的。刚才看到他这个小姑娘在网上直播卖货非常的厉害，跟那个老板娘聊了一下，想把她挖到我们店里面去卖手机。不过很可惜她现在还是一个学生，她那应该是她的妈妈说她要在学校里面上学，所以现在没办法让她去上班。但是不过她好像是说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来网上直播带货，到时候我可以给他提成就可以了。现在在老挝找一个很普通的工人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想找一个销售能力强的业务能力强的员工啊，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一般的很多的一些公司呀，包括像我们这样一些小的店铺，都是愿意出高薪去挖这样优秀的人才。好了，这就是店长今天的视频，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我们要回家了，拜拜。